吃遍城市美食，玩遍休闲体验，买到文创好物，还能几点获得抽到总价值150万元现金抵用券、iPhone 12、Switch 游戏机等好礼的机会。台北商圈嘉年华周末在101水舞广场登场，邀请民众带着五倍券和熊好券来消费拿好康，体验城市商圈美丽。今年虽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但是我们参加的商圈数还是没有减啊。虽然减掉，跟副市长报告，因为有一些吃的不能来，但是其他还是非常踊跃，非常踊跃的参加这次的商圈嘉年华。那所以，尤其我们这次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加了熊好券之后呢，那我们所有的摊商、所有到场的那个所有人都有下载的那个熊好店家的部分啊，这是一定要的啊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想我们那天也是要抢购那个。抢这一块大饼哦，总共台北市政府花了超过5亿的那个预算哦，光是熊好券的部分就有4.5亿，那再加上其他的部分哦，抢购券的部分，那所以我们商圈是摩拳擦掌哈、哦。我们也有很多的产品现在都躺在冷冻库里，也躺在我们的仓库里，但是今天我们在10月9号到11号，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叫。商圈嘉年华，台北生活季，大家一起来拼经济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我相信大家都，刚才我们文和理事长讲，各商圈的店家参与这一次将近有60摊，是不是？我们振兴五倍券，那各商圈各店家都有优惠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拼经济。另外，广受好评的商圈小旅行也持续推出10条游程，就吃宁夏夜市、士林夜市、晴光商圈，想玩猫空新北投，就买中华影音北门相机、大道城、崇南书街商圈。随着商圈代表导读当地文化，搭配手作体验课，翻玩台北城，期盼让民众的振兴券留在台北，创造商机。记者温君台北报道。